得我饿的。那不是因为咱家小贝向你今天挑战，一天只吃带菠萝的食物吗？我才给你准备好。那我也不爱吃。那什么呢？咱家小贝都说了，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他带着全年级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最爱吃菠萝了。安排早饭，咱们先给小胖做一份菠萝饭。哎呀。真香，哎呀，嗯。然后再给小胖来一杯鲜榨菠萝汁儿。午饭呢，就给小胖做一盘菠萝咕老肉。哎呀。到了晚上，就给小胖烤一个菠萝披萨。哇哇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两个冰冻迷你小菠萝。Hello, it's me. 今天吃的真是太棒了。